给钱。多少钱、啊、大姐？大姐，我女儿都20多岁了，你还叫我什么？啊，你吃饭了。妈妈，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六点半。刚才我在路口看到一个超级大美女呀、啊，让我测一下有没有这个缘分，我可不可以下手？你说什么？刚才我在路口看到一个美女，超级美女，你帮我测一下，我可不可以下手？有没有这个缘分？你等我、哎，走吧。啊，美女在哪儿？那儿，那边是吧？啊，走。进来，医生啊，坐吧。哪不好？医生，最近我有一根手指不会响了。什么叫不会响呢？你听，你看，这根手指不会响了。哦，不是，我没听清楚，你再来一下啊。你看，都响了对吧？你看。就这根不会响，哦，要会响是吧？要会响，响了，响了，响，哎呀，响了，哎呀，响响响了，都响了，响了。服务员，哎，你们这碗是不是没洗干净呀？这怎么还有果味呢？就是，不可能啊，我闻闻啊。您就放心吧，我们这个碗啊都是用矿泉水处理过，您放心用啊，绝对卫生啊！对对对，你让人慢用啊。那就行，那就行。泉水，来来来，吃吃，那么奢侈，矿泉水，来，哎，来来来，矿泉水，来矿泉水，来来来，哦，乖乖乖啊，来来来，停一下停一下啊，哦，好安静啊，来乖啊乖，来来来，哎，好好好。先生你好，欢迎您光临一汽奥迪。我想看一下车啊，这个就不错，这个我要了啊，这个我要了，要要了啊，要了啊。还有没有更好一点的？价钱无所谓，带天窗什么？你看这个都有都有天窗。哎，这个也不错，有没有更炫一点的？那你选对了，先生你看啊，炫不炫？炫不炫？这就好嘞，来帮我拍一张。走你，你看你看这，哎，不错不错。那这辆你这个也要，这个也要，也要了是吧？三个了，三个是吧？啊，够啊。还不够，一共要7个，我一天要换一张呢。倒两杯咖啡啊，猫屎的最贵的。我一天，你看我做，因为我做屏保啊，我一天要换一张屏保。你看我礼拜一用这个，哎，心情不错。礼拜二看这个，你看礼拜三那个先生啊，这屋的车都不够档次。那出门右转，奔驰玛莎拉蒂，马车拉蒂了吧？老坏了那是。哎，您就漂亮哈，哎，漂亮老漂亮，您照一下，好照啊。出门右转，哎，对，好嘞好嘞。哎，开闪光灯哈。好啊，别晃着。猫屎咖啡啊。什么玩意儿？先生，那个我出门右转，这不是咖啡啊，出门右转了，是昌河。不是你现在没看杂志是吧？昌河现在出新款了吗？8个档，第9档你踩油门直接起飞的。不是，你过去你问他。不是，我们那个牛颜色还多吗？就啊，那我看，我先看的那个昌什么？哎，昌河。你这个，你骗我。是您要的特殊服务吗？快脱衣服！没想到你还挺急啊！那能不着急吗？快快脱！哎，等等，你就站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对，就在这儿。你不是特殊服务吗？你只要脱光了站在这儿，吸引蚊子，我就能睡个好觉了。站着别动，
哎，阿姨，请问金山小区怎么走啊？金山小区啊，你顺这条路一直往前走，然后到了十字路口呢，就向右转，向右转呢，看到一个交通岗亭，交通岗亭的对面呢有一个公交车站，然后到公交车站呢就坐摩托车，坐三个站，对，然后你下车之后呢，再调十路车，再坐两个站就到了。哦，好，谢谢阿姨。美女，你好，请问一下金山小区在什么地方？啊，我后面这个就是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真乖，好，同学们加油，加快速度，加快速度，好好好，哎，跑得真好。不，哎，小美怎么了？我那个来了。哪个？大姨妈。哦，小美，那休息一下，好，去吧，啊，好，哎，同学们加油。老师，我大姨爹来了。别扯，滚，头部不认账，认账。我使劲，好，抬高腿，小明，大姨爹，等我一会儿，腿抬高。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好，深呼吸，好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便宜卖了，便宜卖了。快了，快了啊！这个瓜甜不甜？来了，来了，便宜卖了啊！不是我问你话呢，这瓜甜不甜？甜我就买几个。哪种瓜？这个。不，苦瓜能甜吗？啊？不是，干嘛呢你？啊？我妈让我来买菜啊。怎么想的你？啊？哎呀，你买什么菜？我等着。便宜卖了啊！哎呦喂，小朋友，你才多大呀，你就学会偷车了啊？你说你年纪轻轻怎么不学好呢？小心我跟你爸说一下啊！你爸，有人找你啊！干嘛啊？干嘛？没事。不是他说 ，What are you doing now? Nothing. Nothing.Let's do it. Good job. No, it's too easy. 哎呀。兄弟，有纸吗？有纸从下头塞点纸过来给我。大哥，是你走错了还是我走错了呀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想要你一个电话。要电话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5000多，我刚买的，我给你啊。我想要你一个电话号码。那就更不能给你了，我都用10多年了这号，好多业务在里面，我给你我怎么办？你有病吗你？你才有病，是不是？这是6点半专车，是您叫的吗？叫哎，好好好，来，坐稳了啊！您喝水，哎，我喝水，谢谢。哎，好，走。来吧。哎，我说师傅，哎，车有点热，您把那空调打开吧。哦，要开空调啊？哎、行，我给你开开。嗯，舒服多了。那我给你讲个笑话呗。你们专车还有这种服务啊？为乘客服务嘛。行行行，那你说一个。好，行，那我开始讲了。您听好了啊，巴拉巴拉。完了，完了，好冷啊！哦，冷是吧？难道让我赶紧给你把空调关了？你说你也是，你冷，你让我开什么空调嘛？那吹感冒了怎么办？啊，还倒回头不给我5星好评了，我这不亏了吗？我拉一天生意，我赚不了几个钱是吧？看看热乎啊！这外面那么热，你开窗不行？开窗啊，开窗就行了。在天窗打开晒太阳啊！这太阳挺大的啊，别感冒了。
他六点半呢，对对对，还有四季看啊。教授，我看你心肠都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这里头有 WiFi 的，有 WiFi。你说密码是 CXLDB001，你在微信平台上扫一下就进去了。你怎么这个都知道啊？不瞒你说，我前段时间也坐这儿用四季看六点半，结果现在变成这样。把司机关了，我来找一下这个数据呀。爸，你那饮料贵不贵？饮料？嗯，不贵。不贵就好，不贵就好。哎呀，刚才我一不小心给他撒在笔记本电脑上了。今天这几盘打成这样，输成这样，真是惹狗，你好意思说吗你啊？就说了这局啊，三个人打一个人，被人反杀，我日了狗了！你看啊，我录的像了，日了狗！你看，上路崩了，是不是？那你中路下不上去呀、啊，日了狗！你一个辅助，你不来辅助我 ADC， 我好意思在这说，这日了狗！啊，我怎么辅助你啊，日了狗了！哦，乖乖，我们走啊，这里的人真是太恐怖了。日了狗了。你看啊，咻咻咻咻咻短陈翔六点半。